人这是上重要的。你会想要一直骑出去，一直甲你去足侪所在的车，这是一台好车。我是为修老车开始，上多的时阵我修超过30台矿工车，但是一直找无适合家己的车，所以我就去车厂学安怎修车架啊。这就是我开始做矿工车的原因。伊学修矿工车的这中间，我看到国外一个师傅讲，台湾根本唔知影什么是好的卡车车，台湾敢若会当做量，无法度做质，所以我就决定有一天我要进入世界看。台湾会当做出全世界上好的脚踏车，上主要是走内线的矿工车本来就较少，因为以前无这个选择，而且 gravel bike 搁较少，所以即届就决定用全走内线的 gravel bike 做主题。即届这台车我是用大巴筒的方式去烧的，上主要是用大巴筒这方式伫，敢若有法度伫矿工车顶头做。你不管是 stainless 还是 titanium 都无法度用大巴筒。对我来讲，大巴筒伊毋是一个小车架的方式尔，伊嘛是一个工艺，伊嘛是一个艺术。因为是 gravel bike，gravel bike 应该是要带你去足侪所在，经历过足侪款的代志，所以规台车的设计就是用生鲜战顺的方法去表现这台车用离真放松的感觉。以前很多人想要做全走内线，但是一直无法度做，就是因为开着零件无法度配合。啊，即届，我发现 Britec 开始做会当符合阮走内线的需求的产品，所以我就找 Britec 做伙合作。而且 Britec 伊的想法嘛是一直想要创新，一直想要做出别人无法度做的物件，这跟我的理念是符合的。对我来讲，我甲 Britec 有真相共的所在是。我们拢一直想要做出别人毋捌做过新的物件，创新予这个世界看。另外一点是，我们拢想要证明，我会当做出全世界上好的脚踏车、上好的零件。对我来讲，车是一个陪伴，嘛是一个艺术的创作。我的工作是做出一个上好的陪伴，会当甲你做伙写出足多的故事。